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AD 咖啡。我是阿迪。今天我们又要再来盲测水质啦。追踪 IG， 订阅 YouTube。我之前曾经开过一次那个哪一种水冲咖啡最好喝？对。然后底下就有很多人跟我们说，你们不能用那些水啊，有哪些水、哪些水、哪些水好喝？对。然后所以我们就通通把它记下来。然后这次再来盲测。是。那之前有人提过。对，想要看一下阿迪来盲测。嗯，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就会由我来盲测这四款水，那分别是多喝水的无碳水，嗯，然后接下来有人说全家他们的矿泉水也不错，好，我们就买了。然后有人说麦饭石的水，对，然后我们不太确定麦饭石有哪些品牌，但我们有看到这些显示器，嗯，我们就买来试试看。那最后呢？最后一个法国的布维克天然矿泉水。高级高级高级，好，我们就来喝喝看，看你说不测出来哪些水最高级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就会依照那杯咖啡的酸度、苦度、喜好度来评分。好，好吧。那你先说说你的味。我应该会取一个酸不会太酸，然后苦也不会太苦，比较中间的一个味道。好，好，好，总共四杯，那就先从这边开始喝管。先蓝色的这杯。一点点酸，一点点甜，没什么苦味。它的那个口感蛮滑顺的，还不错哎。酸的话，先给它二好了。苦的话二，喜好度的话，目前是还蛮喜欢的，三颗星。下一杯，白色。没有，这差很多。这个比较酸，真的哦。这个酸多一点，这个酸应该来到三或四哦。那你要3？三点五好了，口感比较。没有蓝色这杯这么滑顺，它比较涩，嗯，我觉得它应该算是萃取蛮多的，所以苦度也会有一点点苦，苦也是三，然后这杯喜好度我就没有那么喜欢，因为它比较刺激，所以应该我会给它两颗，好，嗯，先保守一点，黄色这杯，好，其实闻起来都差不多，你是什么表情？嗯，你感受到我盲测疑惑吗？很多都集中在前面，它的酸应该有到四哦，它比前一杯更酸，但是它也没什么苦味。酸的话会给它四颗，苦的话可能是一颗星，但是它有很明显的果香味，所以我觉得它这杯喝起来可能是目前最喜欢的，可以到四颗，因为它没什么苦味，然后酸还蛮不错的，而且它的酸不会像第二杯这个酸这么刺激。我觉得第二杯这杯的萃取率比较高，第三杯。黄色这杯，它萃取到比较前端，它后面可能没什么萃取到。绿色的，嗯，这杯给我的感觉跟第二杯比较像，那酸应该是 3.5， 对，我觉得差不多 3.5。苦味的话，我觉得有到三。哇，这跟第二杯真的像。嗯，然后喜好度的话，也没有很喜欢，因为都有点太重，一样是喝。我觉得这两杯没有差太多。你想来喝看，谁是谁吗？我这有点难猜，我可以先喝看看他们四杯的味道。先喝竹炭水。好。其实竹炭水的那个还蛮滑顺的。麦饭石矿泉水。它比较甜一点，喝到比较多味道。然后这是全家的矿泉水。德玛莱矿就是矿泉水。它有一个另外的味道，很像是石头。对对对对，可能是矿物质的味道。然后这是高级的，它跟第一杯竹炭水蛮像，竹炭水和那个法国的布维克，他们都有一个比较滑顺的味道。好，我先猜吧，我觉得最好喝的应该是法国的。好，对，我猜是这样。好，这样第二杯的话就是蓝色这杯嘛，那应该是竹炭水，然后最后这两杯就随意了，因为我都没关系。就这样。那我要来公布答案了。好，你最喜欢的这个黄色的是水世纪的麦饭石矿泉水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它其实蛮好喝的。如果以萃取来说的话，它应该算是萃取不太够。你喝看看，它其实前段的果酸味还蛮明显，然后没什么后面的苦涩味，是好喝的，很好喝。意外，麦饭石矿泉水。原本我们对它最没有信心，对，好像最少看到它。对，这一瓶多少？600好像是20块。哦，对，这样一瓶20块。好，那下一个，
色。蓝色。哦，没错，哦，是多喝水。啊、嗯，碱性，多喝水，就是蒙到的，蒙到的。嗯。那它价钱是700毫升，20块。哦，所以它再便宜一点点。它这个味道我自己觉得算是均衡，你喝看看，它没有特别的突出的味道。那我比较喜欢这杯。哦，你比较喜欢这杯，因为它这杯比较发酵。对对，它口感再厚实一点。那小白呢？全家的。哦，这样子。全家这。你说都不太喜欢。但我没有到很喜欢，你喝看看，它的那个味道后面很苦。像你喝的话，就是比较杂。对，味道比较杂。全家的。600毫升，应该说60。60毫升18块，太贵了嘛！真是不好意思，我错怪他了。那最后一个，这個、就是法国啦。没想到这个多少钱？它超贵，500毫升，42块。42块，这个超贵。它就是碾压别人2倍，然后它还是最少。你喝看看，我觉得这个不太行。它好涩哦，它这个水很深，矿泉水。它很高，嗯。综合评分的话，最喜欢的话可能就前面两杯，我觉得这两杯都算是各有特色，就是它虽然萃取不足，但我觉得它把前段的果酸表现得非常好。如果你不喜欢喝太苦涩啊，然后不喜欢喝太多杂味的，我觉得可以选麦饭石矿泉水。如果说整体的均衡度来说的话，那多喝水这个竹炭水是最适合的，就是它把那个整个咖啡的该有的味道都萃取出来，但是它又不会萃取过头。两杯我都还蛮推荐，那这个就先不要了，行不行？结束前要插播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有跟那个好咖严选合作，对，就因为很多人会问我们说有没有推荐的咖啡或是咖啡厅啊，可以在哪里买到豆子？那只要输入我们的折扣码呢，就可以有9折的优惠。我们的爱点夫咖啡在好咖严选上面也有，然后非常推荐他们的豆子。折扣码在底下，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哦。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点个喜欢，然后也分享出去。如果有什么想看我们拍摄的主题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。那我们现在主要呢，在 IG 上面有比较多的分享，然后像推荐的咖啡厅啊，还有一些美食，那欢迎大家追踪我们 IG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